万一捡上一个帝王绿。真美，你在干嘛？不是说带我去帕岗矿区吗？啊，这些是些啥呀？对呀，帕岗矿区之真美分矿。你别搞笑，这些是分矿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啊？昨晚才到这里，先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去坐着。等一下，等那个下午一点路好走一点，因为昨晚下雨了，路不怎么好走。下午带你去矿区转转，走。你不是要看场口吗？来看嘛，使劲看啊！我跟你说，来，这一大片都是的。得了，不用拍我，我跟你说，那么热的天，非要把我叫出来啊！我跟你说，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啊，就是在摸摸亮啊，就是传说中的啊，越摸越亮的一个场口了。看没有？只是听说，但是没有见过。现在带你来真实的感受一下看看这一片都是不是我打下来的江山。来给你看看那个位置啊，现在正在开采着的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绕到那一边去，然后只有这一大片啊是摸摸亮。摸摸亮也是啊近几年可以来说发现最好的一个矿脉了啊，翻过摸摸亮就到了莫湾矶啊。莫湾矶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绝矿啊，几乎快要开采完了。你看这个位置那里啊，两台小挖机挖着的那里啊，就是它上面以前是相当于倒渣土的一个地方，那边开采把渣土倒过来，然后现在啊那边开采的差不多了，完了就把这边的渣土，他们现在把渣土推平，推平以后挖下面的一个矿脉啊。你看那里就在正在挖渣土中啊，但它不是挖翡翠，那里只是挖渣土啊，渣土几乎挖不出什么翡翠啊，真正的翡翠在那个部位。来放大看看得清没有，那些五颜绿色的那些人呀，那些就是在捡翡翠了啊，他们就是相当于缅甸的那种大公司啊，因为在缅甸的话真正开采的都是那种说大公司用挖机挖的，很多人说啊我家也有矿，我家用锄头都能挖出翡翠来的，其实啊那种可能确实可以挖得出翡翠啊，三年五年挖一块啊，像这种大公司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开采的一量多，二工人多，他们挖的也多啊，然后工人挖出来的时候是不可以拿出来卖的，要拿回公司以后打价才能拿出来卖啊。但是像旁边那种他们工人捡过的地方啊，你看旁边那一小丝有一两个人在那里捡的那种啊，那种就不是公司的，像公司的话啊，他们捡到帝王绿也好，玻璃种也好啊，啥也不是，他们一个都不能带走。但是那种私人捡的啊，比如像咱们这种过去捡，捡到一个帝王绿也是咱们自己的，我们是可以带走的。我可以过去捡吗？我也好想过去捡呐。那你过去嘛，我是不跟你过去了，我太热了。真的是陪你过来逛个场所，还得陪你过去捡翡翠，划不来呀，能把我吓死掉。我一个人不敢去呀，大姐。不要去了，你看那你上面那山头，那上面也可以捡，走吧，那边。那上面也有人吗？上面那个山头啊，它也是摸摸亮啊。它是最上面的一层啊，在开采中，走吧，去上面那里逛一圈。你不是想去捡矿吗？赶紧去下面捡啊！刚好趁着现在大公司休息时间，你才可以下去啊。因为像现在整个矿区啊，它都是有大公司在大量的开采啊。像这种人工挖的话，如果说他们吃饭回来了，是不可以下去挖的。现在刚好趁着吃饭时间，你看这些都是原地的一些居民呀、啊，或者说他们就住在附近的啊，就在这里挖。等大公司一回来，他们全部都要清场的。所以说，趁着这个时间段，咱们也下去，万一捡上一个帝王绿。快点啊！现在已经带你上来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大片全部都是的啊，你看看他们都在开始挖。我去，好多人啊，真美。快点的，你下去下面捡吧，我就在这里坐着等你了。当下监工，捡到的话记得上车。哎，老板，走，一起去嘛，我又不懂。去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只是带你上来的，赶紧去嘛，我在这等你。快点，我当下监工今天。本来都不打算挖的了啊，刚刚一个阿哥看我长得好看，非要给我个锄头让我下去挖，走吧。走，带我长点见识。带你长个气，走。你小心点。这就是个普通的石头啊，好难呀！看来我想靠挖翡翠赚钱是赚不到的，能靠敲别人挖出来的
万一他们挖出一个帝王绿，他们不要被我给敲到了怎么办呢？想啥呢？有我的份吗？敲到吗？有你个屁！还有你个份！走，但是靠自己挖翡翠，这辈子都赚不到钱啊，只能看别人挖的。别人挖的看看，哇，这个就是真翡翠了，看没有？它有光感的啊，但这个太小了，这一个。真的是只能看看别人挖出来的了，靠自己挖翡翠想发财真的是太难了。可以吧？这个啥也没有啊，这个没有了，这个。我看一下。拉上去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这裹的就像个煤球一样啊，这个他刚刚给我的地方有一点点小色，但是现在看不见了，说眼目稀就这样了啊，只能靠眼力了，但这个打灯别的地方啥也看不见。阿哥你干不累，走下去下面。老板那边人更多一点，我们下去那边看吧。我不想跟你下去了，我这个防晒霜擦的不到位啊，我感觉我现在已经黑了一个。那把给你锄头你自己挖去吧，不想陪你挖了。哎好的，我自己去挖。好难呀、啊。什么？我自己挖到就是我的。你大爷。